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七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74集，今天给大家分享是魔方推出的这一款是致敬 G1 的消防车，还有吊臂。那规避版权的关系呢，给他们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分别是叫做灭火器，还有建筑师。那么在分享今天这套玩具之前，我先回答1573集。做 SS93 号热破，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位朋友呢，真心建议我呢，节目可以多一些剪辑，不要一镜到底。那这个话题的话呢，我特别挑出来回应一下好了。如果真的要剪的一段一段，加快节目节奏的话呢，我可能4、5年前我就会这么做了，但是呢，我却没有选择做这条路啊，我没有选择把影片做到3分钟、5分钟之内，甚至更短。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的话呢，毕竟是我跟朋友们之间的一个闲聊的过程。如果我再把它剪了一段一段的话呢，我觉得太刻意、太做作了。而且现在已经很多人这样剪，我这个时候再跟着剪，其实没有意义。我不如就是，维持我以往的风格就可以了。再来啊，我这种一镜到底的节目的话，一方面也可以训练我讲话呢没有机会 NG， 尽量的是一气呵成的把它讲完。这对我平常说话也是一种训练。那各位平常你听人讲话，在你面前讲话的那个人，他不可能画面讲到一半突然切掉换另外一个画面嘛。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活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要我把影片多很多剪辑的话呢，我做不到啊。基本上这个建议呢，我知道你是善意，但是原则上我不会去做这个变动，不会啊。当然做其他类型的节目可能会，比方说录 cosplay 的外拍啦，或者是其他非变形金刚分享，我可能会考虑这么做。但是做玩具分享的话呢，我们就一个一个好好的给大家做个把玩吧啊，不要东西啊很容易弄坏啊，还是做工很差，我们把一些不能曝光的地方把它剪掉，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今天这两款的话呢，是一个同捆包红色的灭火器呢跟黄色的建筑师，两者有一些差别啊，主要还是在头部。我们来看一下，两者面雕的表情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款，这个是红色的灭火器，它的表情的话呢是比较严肃一点。然后这个建筑师，他有一点愤怒的表情。那侧边也有不同的一个配件啊，它的话呢是什么都没有。这一款消防灭火器的话，只是有这个小翅膀。还有一个左右，好像是左右喷水啊，不是上下喷水的一个装置。那两个的手臂，这个水管的位置也是不同手，而且它没有替换的手啊，也没有办法做变形的一个设计啊，它直接就是一个固定好的一个喷水的管子。那关节的一体性，两者都很好啊，都非常的紧实啊，摸起来呢感觉还算挺舒服的。后方的收纳就是如此这般，可能看上去很多的连接感。那整体来说，变形的话呢，倒是非常的简单，颇有官方的神韵啦。当然，我这个是褒奖而不是贬义啦。那身上的话呢，没有透明部件，蓝色的部分呢都是涂装的，银漆作为 bomber 的这个基本的配色。侧边腿的侧边配备的小装置也是不一样的，后面的云梯跟吊臂造型也有所不同。那直接绑在一块卖的话呢，我是觉得也有点意思了啊，一次就把它给同时入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可动啊，手臂360度的转动，还有啊它的这个二头肌的转动比较偏紧一点点，头部的话呢转动的话呢要捏住内部，只能转内部，但是偏紧，这个头是没有办法直接整个大头去转的，因为它后面这个部位已经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手臂的话呢，手肘弯到约90度，腰身可以转动，脚前后左右踢啊，接地的话呢都是有关节的。那后方的云梯呢，云梯可能还好一点，这个长度我觉得还算正常。这个吊臂的话就真的是感觉就是颇长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收进去了。好了，那我说到这边，其实我觉得我讲话的速度应该已经算快了。那如果说你这样子还无法忍受，那我真的不知道你平常能够有多少耐心去听别人讲话啊。我可能也是有一点这个，平常我说话的时候已经是尽量不要冷场了啊。但是你还是希望我剪辑的话呢，我只能说那可能是我真的讲话不够好听了。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那我们先用这一款
这个红色的消防灭火器啊，他的手臂啊这个部分把它给拉下来，这个小臂的部分把它给往下拉下来，然后头两手的话给打开，整个部件呢先给解开来。那腿的话呢也是很简单，腿的话呢小腿往上搓，搓上去，两边都搓上去，然后两边的话呢可以做个简单的小合并。那这个脚丫子啊就直接的往这边放过来，但是呢这个部件红色的灭火器的话呢有这个部件啊，另外一款的话呢好像没有这个步骤，但是各大同小异。这样子中间先扣起来，后面是咬合的，这个地方啊还是上下咬合的，稍微把它给再捏紧一些。再来的变形就很简单了，这个车头的话呢，这里它的这个车头啊这个地方翻出来翻出来翻出来，把中间的地方给全部的弄出来，那整个部分就把它往后面推啊。接下来的话呢手啊这里啊这个造型跟它这个地方这个造型就很眼熟了，所以我们转动一下胳膊，然后翻到外侧，这样子把它给咬合咬进去。这边也是一样，这样过来咬合给咬进去，然后往上面推。好，这个形状各位应该看着就很熟悉了，这中间都有组合的卡扣。变形的话呢是真的是好玩啊，我在我的这么懒的人来看的话呢，这个变形是有趣的啊，这变形是有趣的。好，到这边，然后我们就把它的这个后方这里扣上去。第一次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扣是比较困难的，那这里的话一样咬合进去啊，我比较困难是说那个突破的感觉是有一点困难的啊。那这个头啊，它是说明书的话呢是要求我们把它转180度转到后面去，但是转不转其实也无所谓了。那这个车头的话这个地方啊注意转过来，然后往前推，往前推之后呢它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凸或会扎进红色的洞里头去啊，我不知道有什么人种是灰色的了啊，总而言之有个印第安人受伤了。那我们把这个云梯的话就可以往前面啊给放下来了，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一款红色的灭火器的变形过程。拿的云梯呢比较可惜它不能够左右转应该是不行的啊，感觉不出来可以左右转，它只能够往前面不停的做我不小心把它给弄过头了啊。好，这样这里啊注意就是说它翻起来之后头就会暴露出来，这个的话是有点小失望，但是作为一个小比例的玩具你要在乎这个吗我是不晓得啊。这样然后能不能换个方向，好像转到后面的话就比较不好看，但是你如果往上升这样还行，但是我从这边看是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了。 anyway 它的车型呢就很标准的，如果以官方来讲的话这大概就 OK 了。那你说小比例的玩具做成这样行不行，我觉得可以。然后 MP 级别的有没有说后面处理的很好呢，我印象中好像也大家也差不多啊。anyway 对我来说变形简单好玩啊，这个是绝对是那个很强大的优势，而且这个甚至的话呢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呢还没怎么看说明书就把它给完成变形了。那你刚不是说看了说明书吗，那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祖传秘籍就是不看说明书，我今天我就偏偏不要祖传对不对，我就把它看一下。那我们来试一下啊，另外这一款呢各位可以再看一下，这一次我可以变快一点，这个部分打开，然后两只手可以打开，整个部件给翻出去。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啦，这个部件记得都把它给翻出来，腾出这个肚子里头的空间，那这个地方就往前面翻出去，前面翻出去，然后里头这个部件一样要翻出来哦，所以它也是有部件的。那我可能刚拍照的时候都拍错了啊。好，我们把这个腿啊这样子过来密合起来，那两腿中间是做组合，然后后面是上下咬合。好，那手臂的话呢这样转过来把它给咬合进去，这边也是一样过来咬合进去，手整个给伸直往前面过来到这边把它扣上去啊，也就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个变形啊，大家如果说老观众的话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简单变形的人。那至于说为什么我喜欢简单变形，
除了一部分我们自己在把玩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不喜欢变到一半突然有什么事情要忙，然后你就中断了这个变形，那感觉很不爽，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简单变形的话呢，玩个一圈赶快走人，那种感觉真的很好的。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了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在我们制作节目的时候呢，简单的变形呢当然是比较容易去拍摄这个节目的。情况就只有这么长嘛，是吧？好，那 anyway 就说说笑笑之间啊，很轻松啊，我们把这个玩具给拍完给做完了啊。那么变形我喜欢，材料魔方的尼龙材质啊，非常的耐玩。那小比例的玩具呢，以魔方的主打啊，就是它这种耐得住长时间多次把玩的这种柔软的尼龙材料啊。希望这一家小比例公司的这种好玩然后掰着舒服的这个传统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啊。就像我的节目啊，我还是会坚持啊，也不要说特别坚持了啊，就是喜欢这种一镜到底的风格。糟糕，我刚刚这个武器忘了放进去了，枪谁是谁的枪，我看一下好了，枪谁是谁的。哦，这个是红色的啊，这个啊刚刚插铃忘了展示了。这个我再说一下好了，其实我每次录节目我是没有剧本的啊，我是说实话，我们都是拿到之后就临场发挥啊，不需要安排什么剧本。但是我心里会有个数，就是说这个玩具呢我的重点会是结论，我会把结论的重点先想好。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反复的去加强我论点的好优点跟缺点的描述方法。比方说我觉得这款就是变形简单好玩，那我在节目的解说过程中我就会反复的去提到说啊，这个变形真的是很好记啊，记忆点很强啊，变过一次啊你就记住了，这样一类的话语。那如果觉得它的做工很差，那我就是会在变形当中呢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故意暴力一点啊，把它的一个容易喷溅的这个现象呢，在没有刻意安排的情况下让它高几率的发生啊。你看这个就是会讲话，话术就是厉害，好吧。那这一集的话呢，我相信吧，除了玩具之外，你应该有一些人生的小营养可以吸收。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